我在参加那个教科文组织，举行的那个丝绸之路考察的时候，我是1990年从印度的马达拉斯坐船到马来西亚，我们用现代的船舶，3天半时间那么你古代横穿就等于横跨大洋的这个旅行，那么这个旅行呢，当时这个印度洋上的船，因为你有一个抗风浪的问题，所以船要有一定的，要比较大，太小的船在风浪中间这个万顷波涛一叶扁舟，那是很危险的。那船有多大呢？相当的大，能够坐200多人。这个法显呢，坐上了这个船，他是在秋季上船的。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船都是这个，我们讲人工动力的，过去的轮船，19世纪末、20世纪初轮船烧的是煤，用的是蒸汽机；20世纪以后，我们用的是内燃机。这个，但是在古代，这个船舶的动力靠的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自然动力，航海的时代，只有两种动力。第一个就是洋流，大洋中间，由于赤道空气的水温比较高，那个水温高的水的密度就比较小一点，极地这个大海两极，那么由于水温比较低，水的密度比较大，那么自然界有个自动的平衡，它就会水温高的地方，那个它就自动的会往极地流。那么极地的冷的水自动的会往，热的地方流。那么由于地球在那个地方自转，所以它就这个水流它就会有一定的方向，这就是洋流，比较重要的洋流，比方说我们菲律宾台湾以东有黑潮，叫哈拉奇马，一个黑潮，一直到达今天的日本。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风力，这个风力在发明了这个风帆以后，风力对船的推动作用要远远的大于洋流，所以自古在人工动力没有被发明之前，风力是所有的航海家最重视的动力，他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个风力。那么风呢，在地球上也是平常的小风，当然是没有规律的。但是，一年大体来讲，在沿海的地区，这个风力是有明显的季节性的。我们知道，每年到了深秋、冬季的时候，是西北风吹来的时候。现在很多人住房子要住朝南不住西北，就是因为到了冬天，朝北的窗子非常非常冷。那么西北的风吹来了，这个对于一个船舶向东航行、向南航行是非常有利的。你张了一个帆，北面过来的北风吹着你，你就自动就下来。那么每年到了春夏季节，是东南风起的时候，东南风起带来我们台风就是很大的一种东南风。那么东南风呢，你从海外的船舶要回中国。从阿拉伯国家，从非洲要回，印度，从印度要回中国，都要靠东南风。那么东南风呢，顺着你把你带到中国。那么法显呢，是在秋季起风的。那么秋季这个时期呢，不是非常的好，就是它是，春夏季节的东南季风刚刚要结束。北风刚刚开始吹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比较紊乱，有的时候天寒流来了，北风哗哗来了，等到寒流一过去了，是吧？
可能东南风又往前推一推啊，这个热气团又往前推一推，发现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在公元911年做了这条200人的这条大船，从斯里兰卡啊，他准备上哪儿去呢？他准备到苏门答腊爪哇，然后今天印尼的最大的岛就是苏门答腊，像是大海啸的那个地方，苏门答腊，然后经过爪哇，然后回到中国。但是他航行出航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突然风变，就这个风啊，起了狂风，这个船被打漏。那么，就有的人跳海求生了，我后面会讲。这个发现就守着一条破船和留在船上的人。船打坏了以后，风也打坏了，没有动力，那就是顺着洋流飘了，他就顺着洋流飘到了一个岛，用了13天时间，飘到了一个岛上以后，在这个岛上修补船舶啊，筹集给养，那么然后这个再继续往前航行，由于风帆破掉了，航行了90天才到达一个岛，叫做耶婆提那么耶婆提这个地名，汉书就提到南海有一个国家叫做叶调国，树叶的叶，调动的调，应该就是耶婆提，那么应该是亚瓦地巴，亚瓦地巴，地巴就是岛那么应该是指苏门答腊和这个爪哇这两个岛。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岛起一个名字呢？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虽然是分割的，但是海水比较浅滩。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这个所有从远东，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到西亚的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原因。你为什么不能绕过爪哇，绕过苏门答腊岛直接到非洲去呢？不行，因为那边的海水浅，只有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之间的这个海水比较深。那么这个法显就到了这个岛上，那么在这个岛上停了将近半年时间他要筹集给养，自己带了原来的东西消耗光了，是他也没有自己讲他是不是还缺钱，他没有相信，但是他必定有很多的困难。最后呢他从耶婆提到爪哇，他究竟是用陆行的还是海行的他也没有讲。他从爪哇起航呢就准备往广州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我们从后代的航海家我们可以知道从中国的福建沿海航行十几天就可以到达爪哇岛福建。但是这个法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准备了50多天的口粮。那么船呢这个离开了爪哇利用东南信风这个东南风又起了。他离开这个斯里兰卡的时候是西北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到达了这个爪哇，他用的是东南风。东南风他从印度尼西亚往北走，但是呢东南风有时候风不是永远是这个和煦的，他碰到了风暴以后，在大海中间碰到了风暴以后他就迷航了然后那个船呢就乘着风慢慢的向北飘，慢慢的向北飘，然后寻找大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整个中国的东海、南海、黄海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航道，
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和日本和菲律宾，嗯，这边也是岛屿，这边是大陆，所以它就要向西靠，这个船要逐渐的要往西靠，只要你向北向西，那么你总有一天会碰到大陆，要么你走顶到头就顶到朝鲜，是吧？朝鲜那边就这个小对马海峡啊，到日本海，是吧？日本海和我们东海之间靠的是隔的一个朝鲜半岛，他就发现了大陆，最后就登岸。登岸以后，发现都是中国人，讲话也能听懂。那么时间呢，已经是公元412年，你就他离开斯里兰卡已经一年的时间，他才回到了山东，当然还没到他老家去，是吧？到山东就算到了中国了。那么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发现自己他带着佛经来了，他还参加了翻译佛经，这些功绩我们都不讲。那么他呢，比较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访问了30多个国家，在海外14年的经历，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呢有两种不同的名称，一个名称叫《法显传》，第二呢叫《佛国记》。那么通过这本书，才使他自己的经历被保留下来了。那么法显呢，他走的时候他是西秦的一个和尚，他回来的时候他回到了山东。山东是被谁控制着呢？是被东晋。他走的时候是16国时代，14年以后他回到了这个中国，中国已经是南北朝了，当时的山东在东晋的控制手下。所以到了后来，这个法显呢被称之为晋法显，因为他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东晋控制下，他在东晋控制下的寺院中间写了自己的经历，写了自己的航海的过程。所以凡是有人讲法显，都说他是晋法显，没有人去讲他是西凉，他是出身啊，他是后秦的，没有人讲他这个事情啊。这是这个有关法显的这个经历。那么法显呢，这个人他留下的这个《佛国记》在航海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提到了海外这么多的国家，他提到了当地佛教流行的情况，他提到了这个船舶啊，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要走这个多少天。那么他还提到了这个沿在航海过程中间这个碰到了风险的情况。那么特别是中间一些重要的岛屿，比方说他碰到了风浪，那么他漂13天以后漂到了一个岛，在这个岛上这个修补船舶。这个岛是什么岛，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研究航海，因为这个洋流有关系，要寻找洋流。因为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足利喜六啊，那么他考证，他说这个岛屿就是今天这个印度洋东端的一个岛屿，叫做一个群岛，叫尼科巴群岛。尼科巴群岛北面就是安达曼群岛，那么当地的人都是这个土著啊，肤色比较黑一些的这个民族。这些人在后来在中国都被称之为昆仑啊，不是字是昆仑山那个昆仑，昆仑它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所以我们唐代后来的小说志怪小说中间有所谓的昆仑奴啊，就是东南亚这些岛屿上的人。所以法显的这个佛国记或者法显传它有很高的价值啊，它就是一部关于航海非常重要的书。法显以后呢，
这个我们发现啊，法显的经历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发现自己是从陆路啊，到印度，到了因为他坐船回来，我们发现很多的中国的和尚到西天取经的时候都是这样走的啊，这个从陆路跋涉经历千山万水到印度。那么这一点啊，我可以举两三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西凉的一个和尚叫智严，他呢从中国内地经过克什米尔到达了这个印度，最后从印度坐船回到了山东。那么第二个和尚呢是幽州人，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附近，他呢是从陆路到达印度，然后跑到了南印度，这就跟法显一样，最后他坐船回到了广州。第三位僧人就是高昌，今天的吐鲁番啊，高昌的一个僧人叫道普，他沿陆路到达了印度，最后顺海路像法显一样最后回到了山东。那么这一点说明什么呢？似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多数的中国僧人对中国和印度海上能够交通似乎不太清楚，他们一想到印度佛教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他们就是往西天都是走陆路。相反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从海上很多域外的僧人高僧，海外来的僧人，他们首次到中国走的就是海路，也就是海外在印度在东南亚要到中国首选是海路，很少有人倒过来走陆路，像玄奘这样回来。那么这一点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那我的想法呢，很可能就是当时东南亚当时的印度所得到的中国的知识，得到的中国的消息，大部分是往来于中国和他们国家之间的从事海上活动的商人使者，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所以海路是印度和东南亚诸国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这就是他们寻海路来的。而佛教的传播，他们并不是刻意的要把佛教传到中国，是佛教先传到了中亚，再传到了新疆，再传到了中国。所以中国人认为，始终认为西天啊，佛祖是诞生在西天到印度，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一条很艰难的路，是这样造成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举了好几个例子，讲到了这个中国赴这个西天取经的僧人，他们陆路去海路回。那么我们要证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外的僧人从首选海路进入中国，我们也可以找到好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中天族的一个有名的和尚叫做求那跋陀罗。中天族啊，印度啊，中国古代把印度叫做五天族，天族就是印度，叫做五天族啊。北天族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西天族是今天的印度的西部，中天族印度的中北部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地方。东天族那就是发现登船要到斯里兰卡的地方，叫东天族。南天族就是今天印度的南部啊，一直到斯里兰卡，到印度洋边叫南天族。那么中天族的这个求那跋陀罗呢，他和法显的路程基本上一样，他从中天族他先到了狮子国，就是到了斯里兰卡，然后坐船他到了广州。这个法显他是想从东南亚到广州，结果他船飘到了山东啊，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很长，你很难确定自己能够飘到什么地方。
这是第一个例子。后两个例子呢，都是克什米尔人啊。一个呢是克什米尔的僧人，他的名字叫觉贤，他呢是在克什米尔碰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中国的和尚，叫智严啊，西凉人。那么然后呢，他们两个一起结伴，然后从交趾啊，海路到交趾，就是到今天的越南北方，最后到了今天的山东。所以我呢，甚至有这样一个设想：为什么智严沿陆路去了以后，为什么要沿海路回来呢？很可能他的消息就是从觉贤这个人那里听说的。觉贤在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还有一个克什米尔的王子，他的名字叫做求纳拔摩。那么他呢，和法显的经历非常的类似，就是他从克什米尔先到了狮子国啊，那么狮子国就是今天斯里兰卡。那么然后呢，当然法显是从东海岸的，那么他有可能是从啊印度的西海岸，今天的印度河啊，沿着那个阿拉伯海也可以到狮子国，然后从狮子国坐船到了交趾，就是今天的这个到了爪哇，到了这个印度尼西亚，然后坐船到交趾，从爪哇就到今天的越南的北方。当时交趾呢是中国南朝的控制的一个郡，越南北方啊，越南独立出来是在宋代，它变成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国家，在南朝，它都是中国的一个郡，叫交趾郡啊。那么第四个例子就是西天竺的一个和尚，他的名字叫做啊居纳巴陀罗，他从印度的西部旅行，坐船到东南亚，到琅琊洲，最后他到达了我们东南亚，到达我们的南海郡，南海就是今天的广州。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也是西天竺的一个和尚，他叫菩提达摩。那么这个人呢，他也是沿海路到中国来的。那么所有这些例子都给我们这样啊，佐证了我刚才提出来的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海外啊，很多的人得到中国的知识是从海路，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从坐船和坐骆驼通过沙漠，当然坐船要更加的平稳啊，没有那么艰辛啊，另外从商贸的角度来讲，这个船。